路，你不说话呀他。你们怎么？星姐，星姐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干嘛？我不去。耗子不对劲。王大毛，王大毛跟耗子在一起，王大毛在跟耗子在一起，王大毛跟耗子在一起，王大毛在跟耗子在一起，王大毛跟耗子在一起，王大毛他勾引。我听你的，哎。不发言，这个路一十八他不对劲，他一个人悄悄咪咪钻进去货仓，在那上下扭动，哎，我直接一刀给他刀了，嗯，我什么刀自己抿，信息就这么多了。然后刚刚猪猪说太医不对，那太医也嘎了，那看后面怎么聊。我在货仓，我刀的是吧？我刀的，我不信啊，这应该是刀到加拿大鹅了啊，我不信，不，在货仓。嗯，虽然我没有看到，但我能预知到，不，应该是个坏刀。过。先发言，我能保的是猪猪跟猪大强两个人在饭堂没有出刀机会，我们三个人在饭堂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哦，王大宝你开局在上面不动，然后呢，耗子骑着鱼拉我，欣姐你过来过来，我好怕你把我骗过去说了杀了啊，好吧，不，这刀，看你们认不认嘛，过。我身份我告诉王爷了，王爷也告诉我个身份，王爷你要是敢骗我，我等会儿就让人刀了你。如果王爷告诉我的是真的的话，那不在我这有可能是好人，但如果王爷你骗我，你就是影响我的思维逻辑。我听王爷说过了。拉锯发言，拉锯这一把，嗯，哥的强，王爷加拿大听到先说王大毛跟耗子出去了，王大毛好像是说王大毛跟谁走去了，哪怕知道他是加拿大人，我在饭堂，因为去了的话秀才哥就死定了。我是后面在那个食堂，我是碰到了那个，我是外置位单子牌，我碰到了耗子，我只记得有耗子了。如果拉奇说的是耗子跟大毛在一块的话，那我能保耗子跟大毛，就是说如果要打他们其中有坏，他们两个只能是两狼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人其中没有人倒牌，其他人没有了，过。OK， 耗子发言，这把我能保大魔，然后因为他的电击是复活，复活了过后，然后我们俩复活了过后，我问王大魔身份，王大魔不说话，就站着站着，然后我帮他守了一会儿，然后王大魔活了，这是、他在活之前啊，星姐来了，星姐来了过后呢，嗯，其实我觉得星姐的反应其实也挺好的，因为她很害怕，所以说。我觉得他反应也挺好，然后我跟那个大毛哥啊两个人就从下去了，下去了过后，这时候碰到了叔叔小狼狗，在食堂，他说我是肉汁儿，然后我和王大毛就往右边走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是等了大毛哥一手的啊，等了大毛哥一手，我觉得大毛哥挺好，是做好的，好吧，我还是听你们后面怎么讲，过，怎么归票 ？OK， 猪猪公主发言，这把我跟太医出生在通讯间左边，然后我通过他的反应跟表现。只言两语我就判断了他绝对不是好人，然后我就去饭堂跟大家说太医是坏人，太医是坏人，但他现在死在外面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的啊，先不提、太医有可能被提过车的，然后也挂票了，你说一下你挂的是谁吧，过。那这把就是耗子是保王大谋的对吧，然后我保猪猪，因为猪猪是一直在饭堂没有动的，那王也挂票听他挂的谁，过。我这边挂票挂的是秀才啊，那个步步铁好，但是秀才刚才的发言完全就是在第五的身份啊，好吧，然后的话步步应该是已经是被人知道了身份了之后，然后他被四个浪给拘掉，但秀才一定是递了我的身份，好吧，我是加拿大鹅啊，步步不可能是叨叨的那个加拿大鹅的，好吧，全票打飞秀才，我这边过。说实话，秀才发言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我是赤克狼，我都听出来了。哼，你好厉害！嘿嘿，坏了，我要去找猪猪。OK， 猪猪，我母鸡，我幼鸡，我猪猪，我幼鸡，母鸡啊，母鸡，我幼鸡，我幼鸡，我要跟猪猪，谁肉食？我幼鸡。我叔叔，狼动手，狼动手，不要怂，走走。有怂狼，有怂狼，有怂狼，我在，我在，猪猪不见了，猪猪了，
猪猪呢？猪猪呢？大强不见了！哎，猪猪呢？猪猪呢？大强呢？猪猪呢？在，猪猪在，猪猪在。哦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Okay, 还是少人了，大强呢？大强呢？哎，大强见他！哎，谁混刀了？喊得真大声！妈，赶紧混了个家了他！操操操操操操！过！出西恩出得出去吗？先刀的，先刀的。已经离那个鸡腿800米远了，然后抱得紧。出西恩面刀过。出西恩可以，但是刚刚朱大强也在啊，朱大强没了。鹈鹕在？鹈鹕如果在的话，你们有刀吗？我追王大奇鹈鹕。如果没刀的话，可能会输哦。谢谢。其他的没有了，但我确实不知道那个题目是谁。无声黄泉的爱心便当，谢谢黄泉。Old K， 你是肉汁，那鹈鹕只能是汪捞记啊，因为当时珍珠奶茶旁边就是两个人，就是一个是汪捞记，一个是……啊，先直接致敬热。给你们 CPU 盘上。我是跟踪姐，这把我跟踪的是王拉居啊，我是变态。然后那个珍珠奶茶消失的时候，他附近离他最近的是苏苏跟王捞记，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关灯了，我就直接跑到那个就是电梯室去开灯了。过。嗯，那我可以自爆，直接自己爆了。我是复仇者，刚刚那个刀了以后，我刀已经亮了，我红屏了，我直接刀，我刀出声音出来了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啥，我是跟耗子附在一起的。然后耗子开局就问有没有吃的，有没有吃的，带我吃东西，我就说啊，我带你啊。我复仇者带他走了一路，什么都没吃到，然后第二轮进来他没了，耗子这个秃鹫，我抱他秃鹫了，然后西恩刺客走的，那我们这边就要盘了。苏苏如果是真的那个肉汁的情况下，拉狙和猪猪里面要开一个鹈鹕，因为游戏没结束嘛，那他们俩谁会鹈鹕呢？拉狙我忘了他抱着什么身份，但猪猪这一波直接说我只能是我，那意思他能认下拉狙，他要拉拉狙的票，那我话会出猪猪公主啊。他那个跟踪者没办法证实，他也没证实，或者说我们再稳健一点，弃票、啊、不行，不能弃票，弃票狼人开个任务，他吃俩，嗯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归票，我要归猪猪，我复仇，我不信他是跟踪者，过，我不知道要投谁呀、啊，我投不下去这个票。我是工程师呀、啊，我去票着，我是跟踪姐呀。我身上挂了你一票，我是不是好人？我不是大魔有票，投了我。那大魔不是鹈鹕。对呀、啊。那就，哎，假肉鸡。那咱们开任务吗？开个关灯，帮帮鹈鹕呗。不是开那个维生支持啊，开那个、哦、那个时间短。也行，不然他吃一个就有鹈鹕时间。哦哦，开维生。爹爹狼人好，爹爹开个任务，快，我开个任务，快，好爹爹，不应该呀、啊，哦可以，不应该开任务的，可以，哦对，为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不吃人，为什么？他都吃人了，他就吃一个，害得我记错了，他还装肉汁，好不了一点。混了个加拿大，再拿大了，可小了。你在哪里死的吗，太爷？我被这个肉汁给吃了，我是矿生粉的。我服了，他一口给我逮了。欢迎，啊！哎，完了，坏了，找不到了。完了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快一点。进不来。牛逼牛逼，这个关门牛逼。Nice！ 完美说过。说是苏苏小子，就差一秒，不是七十几秒吗？喉咙好痛啊。不是七十秒是灭火，十多秒的，有一个五十秒，有一个七十多。苏苏也不做任务，说是、啊。哈哈，火的那个好像是七十多秒，但是维生的那个好像就五十多秒。对，六十秒。对，
让狼赢。哦、哎，高不服，高不服。牛的。哎呀，恩姐对自己是真狠啊！那两下想的，我天。啪啪，他的是肚皮。就很棒。